在研习中，我们使用 SMI8 本机端的软体来登录云端的时候呢，没有成功。那这个地方我们来做一个补充。一样进入到 SMI 里面的云端之后，你只要输入 SMI 的 ID 或者是信箱，那再输入密码就可以了。登录成功之后呢，你可以看到。在右上角的部分，它会开始帮我们自动同步云端上的档案下来。那等同步完成之后呢，这个图示会变成一个绿色的打勾，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，就是同步中，还有已经同步完成的。那么在这个地方，也可以透过上面的这个资料夹的图示，您如果说，档案比较多，可以透过资料夹来做一个分类，甚至呢，如果你原本已经用本地端做好了档案，也可以透过这个汇入的功能，直接把它加入。所以在这边稍作这样的补充，让各位可以比较清楚如何在本地端的 SMI 跟云端同步的部分做结合。